大家好，你们以前看过我们现在住的地方，然后呢是今天我带大家看我的农村，就是我们也有那边土地，但是没有什么房子能住的，但是叔叔，所有的叔叔啊，他们都住在那边，我们的就爷爷他的亲戚朋友啊，然后现在我们家的三个叔叔他们家都住在农村。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老家咋样了。这个呢是我结婚之前呢是婷婷第一次来我的家，那时候我也带过去她看我的农村怎么样的。我要给她看就是我本来是怎么样的人，我的亲戚怎么样的人呢，我说是你别看我现在怎么样的，还是我你看我的妈妈哥哥怎么样，那个不是我。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儿，然后呢是也看看我的叔叔们他们怎么样的，如果这里有什么出问题之类的话呢，那还是我们要住农村的话呢，那我们住在怎么样的地方，你如果你能接受，因为我参加婚礼还是有办什么仪式的话呢，那他们也肯定有来的，然后我们也肯定要去的，你愿意就是我们再继续谈恋爱，不愿意的话呢，那就现在我们就可以断了。下面跟着我去看看印度比哈尔邦的农村。来我农村了，这边是我叔叔们他们住的地方，在农村没有专门我们住的地方，我们不怎么住，因为离我们家很近了，13公里，半个多小时开车就到，所以就一般的话晚上我们不住。这个是我叔叔家的房子，是这个还有这个，我就是爸爸下面的那个叔叔，我的二叔，他的老婆是我妈妈的妹妹，他家有三个儿子，没有姑娘，那两个儿子在一起的，还有一个儿子是那个老二他自己的，他的生活有一点不好，他的房子稍微差一点，没有那个有钉子的，他还有准备第二楼呢，他们家一起的，他们一起做饭，然后呢是跟妈妈爸爸一起住的，他单独一个人住的，然后他家有几个孩子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家也没有儿子啊，他家也没有姑娘，他家只有儿子，是前面是他的老婆，我没见过，我也不能看他的脸，他一看我就会该练的。那现在我这边都变老大了，谁都不让我进，我不能去里面，因为是有他们的老婆们。去里面看看他怎么样，然后我母亲，是我母亲，她是要过节日的，三天没吃饭，搞干净了呗。我们准备要走，到我那些车子本等车去。如果在上面奔跑的就到快点我问他路上有没有雪，有雪的话那我们就脱鞋过去的，他们家养动物的，你看他们家有这么多动物啊，这一直是养动物，他们一直有自己的牛奶喝的，一直是，然后他们还有这个呢，因为动物多所以不用受证的，做了一个机器，然后这个是有睡的地方，哎呀那还有这样的，有可能是政府安排的吧，我也不太知道。你们看过那个厕所英雄，然后你们觉得是印度人没有卫生间呢，你看农村都有卫生间，也不是他有，谁家都有一个卫生间。这个隔壁是我的那个弟弟的，然后他的隔壁那边是我的小叔叔的，然后是我们的，然后过了那个以后是我的三叔叔的，我们四个人的就是土地在这儿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土地那边就是原来大家都一起住的地方，我们要准备去那个河边。我母亲和我妈妈，妈妈是老大，母亲小，她的个子高，想吗？不想，我母亲有一点黑，因为在农村啊，身体不好，他也有心脏有问题啊，最近。看农村多安全呢，没锁门。
这个也是大叔叔的，他的老二的，然后这个是小叔叔的，前面有一个点，好像他们开点了吗？哎，以前有点，现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点。现在谁住他的？他有一个儿子，两个姑娘，儿子还有他自己在本加罗尔这个家。然后这个空的是我们的，这边呢是婷婷种过一棵芒果树，但是没有货，死了。这个是我的三叔，第三个叔叔他们家，应该谁都不在家，他们都去了呢。他们都去哪个？对，他不是说了吗？然后这些谁的不知道。还有印度干净政府的那个墓地的，所以他盖了一二三四五六个卫生间。一 bathroom 是 common bathroom， 政府办的呀？什么地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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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सरकारी है, सरकारी है चीज में政府的土地给为了政府那个低等级的人，还有公共的地方，他们做了卫生间，挺好。谁说那没有卫生间呢？现在都公共的卫生间都有，这里有一个，那肯定别的地方也有啊。爷爷照顾孩子，妈妈不在，在哭呢。基本的家干的去，kuch khel ke mum mein chhe kuch ho。तो समझे छे की जे माय छी हम पता होता खेलता।这一块土地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以前住的地方，我们这里长大的，我爸爸这里长大的，我妈妈这里住的。到这个地方没人住，现在这个房子是我和我哥哥一起做的，现在没有人住，都那个睡的那个东西也拿走了。拍几张照片吧，以后不一定是这样的。